盘点大饼哥的奇葩生猛吃法。豆汁配羊蛋，来吧兄弟们，你要不要来？我不来了，不来，不来算了，不来吧。豆汁就是这味道。嗯，行。这么垃圾，臭不垃圾，加上腥不垃圾，这可以啊，这味道。嗯，你来一口，来一口，来一口。我尝尝这块儿，冻着。我问你了，三分之二。那把羊蛋给你。老说减肥，老说减脂，要减不下去，那是因为你没喝豆汁儿。你喝豆汁儿，我跟你说，你三天不想吃饭，你不瘦，没瘦啊，肚子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羊蛋不好了啊，就是那群羊。羊圈的主人说呀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多羊蛋？我说我要灭了你这个团，斩草要除根呐。够骚啊！要想知道羊蛋骚不骚啊，你得看它是否全长好。为什么呀？其实羊跟人差不多。你看那健身房里边撸铁那个，哎，全长好，练你没看他练，可是他跑是全长跑，跟这聊会儿，跟那聊会儿，我跟你说，他一定骚。明儿必须健身房撸铁，我要是不撸铁，我都对不起这羊蛋的睾酮。嚯，咬一爆浆啊！哎，嗯，撸铁呀，肌肉长得慢，就是缺羊蛋。应粉丝要求，饼哥再吃一次羊心脏，四个，家乐福买的，最有力量的肌肉其实就是心脏，这个心脏就哗哗哗崩血啊！包括你在健身房撸铁的时候，你要是没劲儿不行啊，是吧？啊，先来个小的啊，这个小的呢，你看，这羊可能是小羊啊。看，这肉很好，嗯，很紧实。我认为挺好吃的，你们吃啊，最好是放佐料啊，不放佐料的话，这个清蒸水煮的确实是有点那个羊膻味太冲了。嗯，哎呦，没有问题。嗯，好吃。不但肌肉比较紧实，而且还能多汁。别害怕啊！为什么？哎，你打小看《聊斋志异》看的也比较多，我全都要。羊蛋啊，刚出锅，好家伙，鼓的胀的，我去，我都滋尿了，感觉这个，哎，这没有，这个啊，我操，呦，好家伙，呦，嗯。
空飞机都给招来了。嗯，丝滑不带凉糟。哇塞！嗯，哼，哎呦，这儿。作为吃播，炳哥表个态度，胆小勿入啊！这什么？别划走！我说你们都是弟弟，不服？好啊！三文鱼，鱼子酱，请您多菜来点。金凯撒鱼有好东西啊，平时加班熬夜，我跟你说，都是有对眼睛、对大脑，尤其对记忆啊，加班熬夜什么的，对这个啊，我做也是不错的，卷起来。多吃欧米伽三十特别好，不会破坏咱们身体的蛋白质。这是羊蛋，看到没有？双羊蛋。够膻。呦，真是哎，呦。我的妈呀！太贵了。兄弟们，我去，Oh my God！ 你们都说呀，炳哥的咬合力不亚于一只成年猎狗，这话不假。但是呢，炳哥是一70后，那年代啊，那真是有吃吃得下，没吃扛不住，一顿饭前后拐一礼拜。这样的味，他过病。还没奶酪是标准的臭鞋壳的味儿，乘以360天，再乘以360天。三哥的鞋壳的味儿啊！就这卦啊，我不管你是劈砖的、劈瓦的、练硬气功的，还是劈大理石的，我告诉你，就这卦，这瓷实的，谁也劈不开，也就是我这牙。哇，脑袋震得我都嗡嗡的，真瓷实。
们来挑战吧。奢侈，你有病。大饼哥吃大饼，哎呦，刚出锅，哇，真香啊，真香！上面撒了一层芝麻，嗯，纯烤，没有放油啊，它那纯烤出来特香，哇，哇，外酥里嫩，听这声。太香了，这么一大张8块钱，关键是他给这么多的芝麻，你想想这芝麻单买的话你不得花几块钱啊，还有饼，还有功夫厨师给你擀给你炒，嗯，奢侈。人生是用来体验的，不是 TM 减脂的。Nice.